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向导节目，我是千瑞。今天千瑞带大家又来到了 Saramonte Subaru 车行，来过来看一看它有哪些新款车。我们夏天将至啊，这个时候真是一个旅游最好的时节，我们可以出去 hiking 露营越野呀，划船呢，哎呀，好多好多好玩的项目都可以在这个季节去实现。那我们加州呢，又是全美国家公园最多的一个州，在这个州里有太浩湖啊、优胜美地呀、死亡谷等等等等，真的是数不胜数，也是正好是全家人一起出去玩的好时候。那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？是一辆 SUV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 Saramonte Subaru 车行的 SUV Outback 这辆车。2022 Outback 专为无尽的冒险和无暇的安全性而设计，全车款标配全时四轮驱动，最高可以达到33英里每加仑的综合油耗。2022 Subaru Outback 它有标配的 iSight 驾驶辅助系统 Driver Assisted Technology 以及选配的 Drive Focus 系统，让您开启众多的探索之旅。2022的 Outback 它有全时四轮驱动系统，它可以优化雪雨、坏路甚至是无路情况的牵引力，它会一直及时评估加速度、刹车、转弯的情况，保证所有四个车轮的动力。如果某个车轮打滑，它会立即将动力传送给抓地力最高的车轮。2022的 Subaru Outback 有两种发动机，一种是 2.5 升自然吸气的，另外一种是 2.4 升的涡轮增压。2.5 升自然吸气水平对置四缸发动机 Base、Prime、Limited、Touring 款都拥有182匹马力，最大的可拖拽2700磅。油耗呢，高速可以达到33英里每加仑，城市可以达到26英里每加仑。2.4升涡轮增压水平对置四缸发动机 ，Onyx Edition XT、Wildness Limited XT， 还有 Touring XT 款，都拥有260匹马力，最大可以拖拽3500磅。油耗呢，高速可以达到30英里每加仑，城市达到23英里每加仑。Outback Wildness 呢，高速可以达到26英里每加仑，城市可达到22英里每加仑。2022 Outback Wildness 它对 Outback 的越野功能进行了升级，升级款的车型可带您去梦寐以求的地方，大胆时尚的风格让您在山路上独树一帜。拥有一辆 Outback， 你就可以放心的开启冒险之旅，永不停止。我们再来说一下它的安全驾驶辅助系统，配备标准的 iSight 驾驶辅助技术，就像您在路上为您多准备了一双眼睛，在您驾驶时为您多准备了一个刹车。 iSight 有很多先进的主动安全系统，可在每次旅途中保护您和家人的安全。实际上 iSight 可使追尾碰撞造成的伤害减少高达85%。预警式的自动刹车可在紧急情况下提醒您并全力刹车，帮您避免或减少前车碰撞。预警式的油门管理可以降低引擎的功率，可以尽量的减少碰撞力和前车碰撞的损坏。 IIHS 的一份研究显示， Subaru iSight 的驾驶辅助技术可以将行人相关伤害的发生率降低至35%。Outback 是在 Subaru Global Platform 制造，使用高强度的钢材，保障碰撞安全，更加的耐用。驾驶舱呢也更加的安静了。Outback 还配备了8个安全气囊，每个座椅位置呢都有可调节高度的枕头，并且标配环形的加强车架，以提供全方位的防撞保护。这些重要的安全工程特性正是2022 Outback 获得2021年的 IIHS 顶级安全奖的部分原因。动力足，油耗少，安全性高，这真是一款特别适合越野露营、出门旅行的一个车款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你想了解有关 Subaru 的信息，欢迎来到 Saramonte Subaru 车行，这里面的华人销售将竭诚为您服务。现在 Subaru 车行呢也有收旧车的服务，如果你有旧车想要卖掉，也可以过来咨询一下。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有关汽车方面的促销信息，也欢迎来到这里。好，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拜拜。